自然就是一所学校。那我退三年已经几十年了，我觉得啊，在这个地方的终身学习是向大自然学知识。大自然这一所大学校里面，什么知识都有。终身学习就是在这几十年来学的都是很生活化的知识和很实用的技能，这是我的终身学习的定义。谢谢，太好了。